们一起来倒数三、二、一，手放开，一。掌声，来谢谢王老师及我们所有的与会的贵宾哦，我们安置好这个铜镜。我们在里面，就是我要叙述的是一种我刚讲的比较就是进了一个空间，其实你在这边可以坐下来，你从本来可以坐，好，那很舒服的可以躺下来，在这个地方做冥想，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上面有一个圆形的。那底下是方形的，我听到说这个是一个小宇宙，天圆地方，好、哦，整个天地之间都在这个里面这样，那属于比较心灵的一种空间，大家很舒服的可以躺下来。我们媒体如果要进来上来一下，都可以上来再坐下来，坐下来进来一点点没关系的。因为我们作品的底部也有用钢骨，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是其实呢还蛮坚固的，都没什么问题。那。我们躺在这个地方，可以外面的阳光散发出来那种空隙，很舒服啊。尤其在就是那个夏天的哈，那夏天那个在这避暑当中，我觉得这个是让那个这边呼吸的机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避暑的一个场所，那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点这样。那这边有一个小舞台。等一下，你们可以在上面表演，但是这边躺着很舒服，可以躺下来啊。像台风的话，这个它的承受度。其实我那个作品的底部有一个钢骨的架构把它包起来，那其实它那个主材它有很强的一个韧性。那还有用编织的那个手法，所以是它很强。当然，这个台风来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在日本做过很多哈，会有强风过来，其实都很 OK。所以经得起考验。这没问题。而且那个编织很强。它那个承载量大概可以承容纳多少人？七八十人，就是差不多60个、70个都可以。我们晚上会有很多人来这边运动。我们晚上开放到10点嘛，那我们有24小时的保全。所以宝泉先生会帮我们照顾整个作品。那晚上的话，灯光去怎么设计？在从那个作品里面散发出来。其实作品有一个特性，就是因为它编织的效果，所以你到里面的话，太阳光照射进去会很舒服。那晚上的话，灯光从那个作品里面散发出来，而且有一些变化，有一个七彩的那个变化。老师，天圆地方的设计感是什么？作品最主要是。它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个形塑一个城堡的一个造型嘛，那里面是比较精神性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我在最上面有开了一个天窗，那这个天窗是就是可以往上躺下来往上看很舒服。那底下有一个那个铜板，那铜板是方形的，我形容说是天圆地方，哦，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宇宙，那人躺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小宇宙，可以在那边冥想。很舒服的跟自然结合在一起。老师，要下雨的话，下雨我觉得像它是自然材质嘛，那有透空，那让它，我觉得让它很自然的一种存在是无所谓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像一般的建筑。掉了，你看了，你晃你来就。